生的男娃娃。大年像落草，你给打，天服了，打在这里，给你放个冲天炮。家伙都放下。算了，人常说法不至众，这些弟兄与你本无个人冤仇，你要治罪要出气，我老孟一人顶着。放了这些弟兄。说的不错，你们那个五头目已经让我给识到了，所有的冤仇都由他一个人顶了了了。识相的话赶快离开这里。走，天下之大，不说没有去吃屎的地方。散了吧。怎么的，让你们滚还不愿意走是吧？谁要是想滋事儿，手里的枪可不认人。黑大哥，石董腊月，你让我们上哪当谋生去？听你这意思，还是想取我黑大头的钱财啊？哎，不不不，这我们可万万不敢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杀了我们的领头掌柜的，你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你弃了这份家业，你当俺们的领头掌柜的。让我去顶替那个姓武的，跟你们一块去当土匪。反正啊，咱们今儿是在一条船上，你得放出个亮话出来。不行。不行。我黑大头是什么人啊？我黑大头有家有业，有头有脸，我不当官也不能当匪啊。都别动，你不怕死吗？你们不怕他死吗？掌柜的，现在的世道也一天不如一天，咱良民百姓也无路可走，强盗也是人做的，咱只要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当年的赤脚大盗也是盗，李闯王起事儿的时候，那人们不也叫他强盗吗？我婆姨说的对，我婆姨说的对，你们想让我当你们的领头的，可以，但是先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。好，弟兄们，人活一世啊，草木一秋，咱们来这世上一遭，不能只干那些鸡零狗碎祸害百姓的事儿，要干咱们就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。对，想想咱们的乡亲，迷纸的李自成，服侍的张献忠，儋州的罗汝才，绥德的韩世忠，他们是何等的英雄！兄弟们，咱们要做人，就做这样的英雄。大哥，我们听你的，你说怎的？好。弟兄们，既然是听我的啊，那咱就得立个旗号，咱就叫这个四位团了。咱们要让我去献上讨个委任状啊，从此以后咱们这班人马就名正言顺了啊，既可保一方平安，又可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如何？好，兄弟们，好。找他李四。对了，你们两个把咱那个钱窑扫一扫啊，把炕烧上，让兄弟们住进去，
先好了啊，快去呀！啊，去去啊！好了，哎，守住。哎呦，对了，魏鬼还在地印子里呢。云哥，云哥，你辛苦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 扶我起来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刚说完我，起来干什么？我想去见见你那帮弟兄。那哪成啊？啊，那不行。是嘞，少奶奶，刚说完娃娃身子虚，外边天冷，出去要落月子病的。是嘞，是嘞。我家破人亡的风险都轻，还怕落身月子病？哎，哎呦，少奶奶。 你给我拿个裹头布来。哎，弟兄们，你们的嫂子出来看看大家。嫂子，你赶紧回屋吧，这十冬腊月的，小心凉着身子。就是啊。 打今儿个起，你们跟我家当家的，就是兄弟了。我出来跟你们打个照面，也算是行个礼儿。谢谢嫂子了，谢谢嫂子。我打小就听说了，说咱这地界，山秃地贫，水倒流，不出将相。 出贼寇，没想到今儿个落到我当家的头上了。命是天定的，我认了。我不晓得你们的规矩，可是我晓得，凡事要起个局。 都得立个名誓，既然你们认了个当家的，那我今儿就做个主。咱们今儿个夜里，顶着满天星宿，一块在这跪下，起个名誓。哎，嫂子，哎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，都跪下，跪！ 我在这儿要给你们立三个规矩：第一，不许打骂百姓，不许动百姓的女子；第二，这屋里的娃娃，从今儿起就是你们的少主。 生死不能动他一根汗毛。第三，咱当个堂堂正正的爷们儿，冻死迎风战，饿死舔肚皮儿。上天保佑，从今儿个起，咱福字到头。 闯进咱黑家来！刘大，你这打算贴哪的？正阳门上。啊，写好了。这上头写的是，你又不识字，填上去，行了，问那么多干啥？ 是啊，我不识字，就不能知道上头写的啥？刘大，我告诉你啊，
向阳门第春常在，积善人家庆有余。哈哈，你这不已经是画上圈圈了吗？还来多深啊？我一画上圈圈，我就后悔了。是啊，口水。喝。等等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咋了？你嫁到我家也有些日子了，我爸我妈都上岁数了，我咋还小，这里里外外的让你受罪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说是两家话。虽说咱俩是夫妻，可我这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家，委屈你了。我不委屈。你在城里上学堂四大四，我没怨过。有时候我就想，你要是能踏踏实实嫁一个庄户人家，男耕女织的，热热火火过日子该多好。我说了，我没怨过。邓草，你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知道我在城里做的事。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，我做的事是要被杀头的。我不想牵连你。我不怕，我是你婆姨，你去哪我就跟你去哪。我不怕受牵连。你不该受牵连。那大妈还有儿子，他们就该受牵连。还不一样。那有啥不一样？那有啥不一样？邓草，告你三大家去一趟，去送点红枣，他们家娃娃多。妈叫了。来了。高三李四带着咱们申请成立自卫团的帖子进县城啊，我估计着也差不多该好了。这个在县上没有下委任证之前啊，大家伙就住在我这儿。成，这个你俩，我想你去趟老虎岭，哦，把这个看家的人，还有一些东西拿回来，拿不回来的烧掉它。行，好，好。杜家人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到县衙一看，县衙大门紧闭。这个县令跟衙役们都回去过年了。是嘞。啊，一个看守跟我们讲啊，要过了元宵以后，那个县衙里头才有理事嘞。当下要过年了啊，没人也是正常的，是吧？就是。这个这样，老猫卫鬼，你俩接着去老虎岭把这事儿办了啊。今年过年啊，弟兄们。就在我家过了，老哥，老虎岭咱是不能去了啊！别让人再说咱们是强盗，是吧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外面有个自称是府知城市河园吴掌柜家的下人，说给您捎封信，
然后呢？在门候着呢，请进来呀！快快快，进来了！哎，这就我们家掌柜的。我们家掌柜的让我送来一封信。啊，我跟你们家掌柜的素无来往，给我写信有何贵干呢？啊，前几天我家掌柜的打算回乡下，走过老虎岭的时候受人之托，说是捎给黑家湾的黑家。啊，谢。这是你们干的好事啊！这不是三天前就路过老虎岭了吗？你敢设计了？我们掌柜的要回家过年，本来是当天能到黑家湾的，可是飞马来报说四合园着了火，烧了不少财物，掌柜的中途又折回去了，家里的事平定之后才想起这个事儿来，专程让小的送过来。你他娘真是个害死个人！我们掌柜的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两个光让人家捎信了，你们就没跟人家说？那是患病的帖子。